想象，轻轻传达，
我有好帅的声音，哎，我真的很久没有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，哎，而且刚刚那个震波的那个 bass 的声音，觉得脚超痒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对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很想要跳起来。好，哎，我刚刚先有讲那个我们讲的还有对不对？啊，有，哎有，我是主唱李飞。好，自己讲啊。我是团长唱歌，大家好。哎，不错，我的欢呼声蛮大的。来，我是吉他手汉斯。我先讲一下，等一下要介绍的这位，我觉得他刚刚打鼓好像有点不专心。怎么说？是不是因为今天米菲裙子穿得比较短？哦，对，因为我发现我裙子好像越来越短，原因是因为可能过年吃太胖了。没有了，可能是你长高了。哎，长高了不太可能，没有那么短了。对，而且我发现就是钟哥刚刚一直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刚刚也没有专心。哦，鼓槌喷掉了，是因为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吧？拍拍脏东西。啊，哎，我忘记一个，钟哥。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我是阿钟。哎，今天他的学生都有在下面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。台北正一件哦，正一件的部分有哎，你看你的学生，对，如果要打鼓的，要想学鼓的，都可以来找钟哥。可是做鼓手不可以色色哦，不可以一直看主唱的腿哦。哎，你不要让刀下面人一直在看我不该看的地方，哦、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本来没有注意到，这是裤子 OK， 不是裙子，是裤子 OK， 我很安全的。好，下一首歌，你是不是要教？